果实基金会董事长张爱嘉。怎么样是青春呢？就是你还有很多空间去好奇去学习。富邦文教基金会执行董事陈矮伶。当一个记者是可以去改变世界的人。及网络新时代的女人迷执行长张伟轩。青春这种大无畏是一种很棒的精神，告诉你女人如何当自强。11月2号周六上午11点，听我说故事。